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黑影 TV。今天咱们继续跑步乱谈。今天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今天是2021年的1月2号。没有在2020结束之前录总结，也没有卡着昨天1月1号录什么所谓的这个开年的第一期。今天再录。今天呢，就一个话题，叫做突破。相信很多跑友啊，我先表述一个观点，就是本系列的节目呢，更多的是针对可能像我差不多这样的相对严肃的跑者，就是您的目的可能是需要追求一点成绩，而不是单纯的娱乐的那种。那我们就聊聊突破。我呢本身经历过，可以说是2次突破。第一次呢是在半程马拉松。我跑马拉松的经历呢，之前很多视频都说过，就不再谈了。就说这么几个关键的节点。首马是2015年的北京，4小时29分47秒。然后呢，之后，第一次跑半程马拉松，没有跑比赛，就是自己公路训练跑过半程马拉松。那时候，在朝阳公园，也就是能跑到1小时50左右，1小时51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时候觉得，第一次突破是在有一年的，当时还叫鸟巢马拉松，就是第一年第一次北京的鸟巢马拉松，也好像也只有这一次叫了这个名字。当时呢是在这个奥体那儿，奥森就是奥体中心那附近出发，最后呢跑到鸟巢里。那一次马拉松，我觉得哎，一下我有一个突破，我跑了1小时42分多一点儿。为什么会觉得有突破呢？就是原来我有一个认知的误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会有，就是大家觉得我平常训练是5公里、10公里或者15公里一次，但是呢，这个配速呢，我能比方说能跑到5分、4分50，甚至4分30。我那时候我的训练配速5公里左右，大概能在4分40左右。但是，一到比赛那一下，有20公里、21公里、42公里，那我就要慢一点，我要刻意的慢一点，我跑不了那么快。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或者这么想的。那次的突破就是因为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就想想，我就用四分、5分以内的配速，4.3几、4.4几的配速跑，我看我能跑多远。结果呢？结果就他跟我想的不一样，结论。就是按我们的结论，比方说你按4.30的配速能跑10公里，再远你就累了，很累了，你就跑不了20公里，你就要想我要拿5.30的配速跑20公里，对吧？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当时我发现，我最后就坚持下来了，匀速跑下来了一个半程马拉松。从此呢，我的半程马拉松就好像，就像我们说的开窍了一样，就一下有巨大的提升。之后紧接着第二年、第三年就跑进了13几，第二年是北京，北京那时候就有这个把原来的那个北京国际长跑节，就是10公里的那个比赛，变成了半马的第一届，从天安门出发到这个鸟巢这块奥体这儿结束，但是呢，走的是这个北京的东半圈，就东二环的这个路线，那一次就跑了1小时38。1小时38什么概念呢？那年开始，北京有了一个大众评级，就是北京这个填写的，大众评级就能评成一级了，就是半马1.40以内，我那个年龄组就是一级。后来呢，紧接着再过了一年，参加了一个，就后来就有那个公园半马，北京的，在奥森，在奥在在奥森，对，就跑进了1.30，跑了1小时26、27吧，26。紧接着没过一个月，就是当年的北京的，同样的北京的半程马拉松，4月份就跑进了1小时23，就感觉半马就可以全程，对我来说啊，就可以全程半冲刺的跑下来了，就是4分以内的配速。这是一个开窍的过程。全马我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坦白讲也是不敢跑，觉得平常没有跑过40公里，甚至几乎不跑30公里，甚至几乎不跑25公里以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平常的训练集中在最长也就是20多公里左右吧，不敢跑，特别的不敢跑。那时候一到全马的时候呢，我就一开始就都是5分以外的配速跑，但是我就发现我用那个配速跑，我觉得更累，我觉得更累。
而且呢会有这个小腿抽筋儿的现象。现在我的分析就是说，你刻意的慢跑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用 Stride 来训练，它有一个它的功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你真正往前推进你做的功，还有一部分叫做姿势功率，就是维持你这个跑姿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两个是有一个比的，显然这个比例值越低，你的这个前进的这个或者跑动的经济性就越好嘛。你越慢，这个比值就越高，你维持姿势的功率就越高。所以呢，你越慢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垂直振幅比例都不一样，你的发力关键点是你发力的肌群不一样。你平时的训练都在430的配速，你跑马拉松为了稳，你跑500的配速，那你的姿势和你发力肌群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我从首马的429一直就是大概是四出头，之后呢，2017年的北京破了4:35:59，之后的当年的芝加哥跑了3:54，然后呢，第二年的柏林跑了3:45，柏林就已经是2018年了。紧接着2019年的纽约我就跑了3:02。就是一年，我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将近45分钟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不可能是因为一年的训练造成的。2019年一年，我大概是新加坡跟北京两边跑，训练本身就不稳定。在新加坡的时候，也是因为气候的不适应，训练，其实训练质量不好的。我不认为是这一年的训练让我变快了40多分钟，而是因为我之前本身具备这个实力。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跑量已经超过了1万公里累计跑量，而且我当时的所有的训练的平均配速基本都在430以内，430左右。那个时候我的半马已经能跑到1小时23，但是我的全马柏林只跑了3小时45。当然也有在起跑区很靠后有一些原因吧，但是还是精神的保守。所以呢，2019年是我一个突破，而且我觉得我的运气真的很不错。纽约马拉松是年底，然后呢，跑完以后11月3号跑完我就回了北京，紧接着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来2个月，也许我就没有这次突破，之后就顺风顺水了。就是2020年训练质量一下子提高了，因为我有了信心。我大概在2019年之前，每年的训练量不到2000公里。2019年是两千多，2500。2020年的这一年，我的训练量跑步是4100公里，4100等于我提升了将近一倍，将近一倍。所以大家就能通过我说这个呢，总结出一个点，就是专业的人给你的这些建议，不是说他不对啊，他告诉你，比方说10%原则。或者告诉你你的进步的曲线，比方说我这场跑400，下场我可能一年以后我可能能进步10分钟或者15分钟等等，它有一个关键点是建立在你现在的数据是对的，就是说，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的身体能够承受每周100公里的训练量，但是你现在每周只跑50，好，你遵循现在10%的原则，你下周跑55，然后再下周跑61.6，60.5。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现在不是你的这个最高点。那我们怎么找到这个最高点呢？我觉得就是放开去干。我当时就是这样，我想就拼了。去年跑纽约的时候啊，不是去年了，前年跑纽约的时候，我就想，因为当天特别冷，心情非常沮丧。跑过纽约大家应该都知道，早上起来在那个荒芜的这个小岛上等，然后。一开始跑得比较快，后来我一看，5公里的时候跑了20分钟，出一点点头，20分零几秒，我就拼了，就试试，我看我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最后也就坚持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抽筋的问题，而且关键是跑完以后第二天我就跟没跑一样，就第二天我又就晨跑了，就走路在纽约逛一逛什么的都没有事儿。以前跑完一个，那头一年跑完柏林的3:45以后，我瘫痪了将近10天，就完全动不了，这还是肌肉发力点的问题。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的这个最大的点，这样你就能获得一个巨大的突破，可能远比你付出训练还要多的一个突破。因为绝大多数业余跑者都是很保守的，
这就好比说为什么专业运动员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去评估他的身体很重要，就是他心里有底。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教练从一直带你，一直带你，带你十年，那他非常了解你，他就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你下一场的比赛，你的目标的成绩就是多少，你肯定可以跑进这个成绩，但是你肯定跑不进那个成绩，等等，那他就很有底，他就不会慌。有时候我们去参加比赛，心里没底，慌，关键就是对自己的认识不到位。那这个是说成绩的突破，训练的突破呢，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有了这个成绩以后，你就发现我要配得上这个成绩，我就要有配得上这个成绩的训练。那原来我也觉得一个月跑400，一周跑100，太可怕了，不可能啊！但是今年的疫情触底反弹了一下，因为疫情来了，我的训练荒废了一个月将近，就这一个月只跑了100多。之后呢，我就缓过来了，然后我就想我要早起，我要这个多跑。趁着还能跑，多跑，谁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结果一下子我的月训练量就增加了100多公里，就稳定在了400，并且一直坚持到了现在。从3月份到现在，大概9个月了，都是4月份开始吧，差不多都是400公里一个月，就非常的稳定，而且每一个3天的训练周期都是一模一样的，非常的稳定。而且现在再往回看，这个过程并没有非常的痛苦。也就是说，还是我刚才那个例子，可能我的身体、我的能力早就能够适应100公里一周，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么做。而你越不这么做，你的精神压力、精神负担就会越大，你越害怕，越做不到。那好吧，那这期呢就说的有点散碎啊，就是开年第一期，我们聊聊突破。突破就是我可能围绕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我相信，就是人的精神力量是。不能说无穷的，但是要比你想象的大的，你肯定可以做到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你也肯定可以，达到你现在达不到的成绩。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儿，你就记住一句话，没有任何理由你在比别人跑得少，付出的时间少的时候，还要能比别人跑得快，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就算我之前提到的那些所有天赋、体育生等等，那人家年轻的时候付出了努力，对吧？所以呢，就这样。去年一年呢，骑车加跑步，我还有平常还有骑行的训练，大概破了1万多公里，11000多公里，累计训练了600多个小时，640多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加上休息日全算上，平均到每天也要将近2个小时的训练时间。所以呢，大家我们就一起努力，2021看看能够创造什么更好的成绩。好，那这期就这样，那我们下期再见。